分之一，一到五，一到一，一两一斤半，不要太多，太多，一斤，太多，七八分之一，要一杯杯。这个敷面的没法弄。嗯。咋弄？我那东西酒以前是没记得，我们他们那个多哈子啊，盐无所谓，分炸多少？哦，多，帮硬。嗯，我说你这碗分炸的多少来决定？哎，对。一斤半水最多，一百斤啊，百斤要不到一斤半，我哎呀要那么多，这百斤子，这是八十斤，哎不对，一斤水都够，人家是两，那有一斤多两斤了，两斤水了，不冲完嘛，几万，14公斤噶，啊八十斤，八十斤嘛，一斤水四十多了嘛，要加哦酱我不要的。这个不能破噶，不能破，你没超过一百多斤嘛，对不对？中间的不来，不来，来，铁子们，来点枣泥。刚刚把那个铁杆子啊，把那个剪了，这要清理出来。这个看到清楚，你刚才看到两个，是吧？两个，我们倒很少的。